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就是那个我们的颖婷，我们的版主，他的公职现在在嘉义大学，他因为啊中正大学，哦哦，拍谁？因为不是我囝啦，我囝我太记的。哦，那个子怡的作品也有在现场展出。哦，那这是他的高中的主任，新化高中的主任啊，你帮我们问候几句吧。谢谢牡丹老师，谢谢子怡的妈妈，还有现场的各位大哥大姐，还有韩校长，还有刚刚离开的李朝胜李理长哈。因为我们韩校长刚才也有讲到哈，我们学校今年是当考场啦哈，所以校长这不客气来哈。可是这个很重要的场合哈，他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啊一起参与到哈啊。我也不想要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在这个地方预祝了我们整个摄影展圆满顺利成功，谢谢各位大哥大姐，谢谢谢谢主任的勉励跟鼓励，